想问一下，你怎么你怎么蹲在这里？问一下，超过你的界限。现在有没有就是说民进党还那边？哎、欸，你们可以上来吗？可以。啊，民进党那边是。但是铁棍山现在没有动。民进党那边就是有没有确定他们就是可以有把握来吞吗？还是就柯宇说不要落入你的圈套？所以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策略？还是你就觉得是真的不好动吗？所以今天是特别来攻击。把这些媒体赶快外面。今天怎么会特别过来？快把这些媒体赶快外面。特别来攻击哈。